今年卡塔尔世界杯这个订单来的比较晚，啊，不像往届，它有一年60天的准备时间。从准备原材料要20几天时间，那么整个计划是排在7月底去做这一批货的生产，然后变成了8月疫情之后呢，一些各方面因素的困扰影响，那么我们把这个首万个球的订单延长到了50天左右。